哟，穿的这么耀眼啊，肯定收获了许多迷妹亮晶晶的眼神呗。给你带了早餐，豆浆油条，还有你喜欢吃的，喜欢生煎。收了几个迷妹呀？嚯，这么浓的醋味儿，你们做实验用醋的啊？ 自我感觉也太好了。你这个袋子里装的什么呀？缴枪不扎？给你带点衣服，请你吃。我怎么嗅到一股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不安好腥味呢？迎风十里的狗鼻子。哦。意图，说。穿上，给我拍张照片，就当做手机壁纸。辟邪。 我也想真尿你呢，果然言极正义啊，到处派得上用场。来，上货，我瞅瞅。怎么样？好看，品味真不错。听见了吗？拍照。 你不是说要辟邪吗？我之前在博物馆看到了一对镇墓兽，我们就 cosplay 这个吧。你是男生，你委屈一下，你 cosplay 这个，暴眼怒吼；我呢，这个咧嘴望天，行不行？够辟邪级别的了。行，凑一块儿，丑态毕露嘛。充分说明咱俩两小无猜。哎，前面出马。来了啊，来摆 pose。 我就等一下，这个我觉得吧，等一下，你们俩得面对面拍效果比较好。face to face。3、2，眼睛瞪起来呀！1。我觉得这个灯光还是太亮了。 应该从底下有一束光照着我们，这样呢更加阴森森，更加辟邪。哦，那要不等天色暗点儿再来着？我才不呢，下巴都快酸掉了，真10分钟容易啊！哎，我这可是照着西斯廷圣母的氛围背景修出来的，那超厉害的哦。那索性咱们就在这儿，还有这儿，修几个大黑蝙蝠，<笑>就用我们的蛋白。 你再加一个恐怖阴森的 BGM， 起火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照片，早知道呀，你就不用费劲巴拉的挤表情了，直接拉一张游戏里的大嘴怪更辟邪。哎，那咱们直接给小师公P一张红嘴大白牙在这儿。别的不说，小师公这词用的不错啊，继续P，P完之后全部发我，我上班去了。 天下这么多好玩的事情，我却得去上班赚钱。少动摇军心。叶真真，送我上班。